好，早就来了耶，但是人还蛮多的哦，所以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早起就来买票进来玩了。耶、yeah, ！我们要去看小人国维缩文化学校喽。下去啦！哇操！哇！
我没有换衣服，还来不及买就下来了，我就跑，超好玩的，耶！全身都湿，好不好？好玩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进去玩室内乐园哦。旋转木马咯，适合小朋友玩的。旋转马车在开始咯。好玩吗？好，我们要出去出口咯。然后好像是碰碰车哦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现在要去坐碰碰车了。不知宝好想进去玩碰碰车，但是他的身高还不到，我们只能明年长大再来咯。我们等一下看爸爸有没有很厉害。哇，这次是爸爸要带安娜姐姐哟。芝宝好沸腾哦，帮他爸爸加油。
台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我每台只能坐三个。啊？东西下车，好。小心。不要坐那个。哇！呀，车。翅膀好可惜哦，因为身高的关系，所以不能玩。以后长大再带他来吧。好漂亮的飞船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感觉你整个人都很不好。接近尾声了，我们玩一下这边的游乐设施哦。下来，好，好，我们上。
在小人国玩得很开心哦。小人国，那我们的小人国就到这边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一二三，拜拜。等一下，如果你进来的时候有拍钥匙圈拍照的话，记得在出来之前呢，要在柜台拿这个钥匙圈哦，不然你就这样回家了，会很遗憾哦。它是单面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免费的，很棒了。